秦峰同学，你为什么要报考刑警学院？我想完成一次完美的犯罪。3个月前，唐人街四家金行在夜之间发生盗窃，丢失金条金块101公斤。盗金、杀人，我们多次排查，唯一记录过现场的人。 唐人街神探。 抓你啊！危险！危险！拿了！我没拿你啊！你没拿我吗？